大家早，我是小 V， 今天要带大家逛晋江丁市场，然后也是金泽人的市场，这边就是什么都有，最期待的就是11月6号螃蟹上市，那我带大家来逛街吧，走。这比较小只的是香香蟹，哦，嘉能的螃蟹，哇，好想买哦！啊，这边有海胆呢，鲑鱼卵，还有干贝。来看看这一摊，这么多人是在卖什么？哇，原来是卖螃蟹。11月6号才上市解禁可以开卖的螃蟹啊，看起来好想吃哦，好想买哦。这一摊有比较小只，然后比较平民的螃蟹，一盘3800，我买得起。然后有花枝甜虾，哇，甜虾这么大一盘才1800，哎，好划算哦。我找到一台贩卖机，它好有意思哦，它是用投币的方式可以购买一些冷冻食品，然后只要加热就能吃。又发现了一台自动贩卖机，这个是卖生鱼片的，你看这样一盘有3种，才500块，哇，然后也有这个天妇罗，投币它就会掉下来。这一摊是生蚝专卖，哇，这个是很大的虾子。这边还有海胆，要介绍大家一款金泽的味噌，这煮火锅超好用。刚刚介绍完味噌，它推出了米果，哎，我也买了一包。哇，我来到水果店了，有什么水果呢？这个是无花果，这样一篮才500块，哎，草莓上市了，然后有凤梨、麝香葡萄，是这样子一杯700块，非常方便，边走边吃。这个 orange juice 是店里面人气第一名，哎，还有高级整串的麝香葡萄。最后面这4000块是平王，就是最好的品牌，飓风葡萄、三型的苹果，还逛到肉铺，哎，有和牛寿喜烧用的肉，就是日本国产的牛肉，有一些猪肉，可以烧烤用、寿喜烧用都可以，也有猪排，还有绞肉。寿喜烧用的人参牛，100公克980，推荐大家一定要空着肚子来逛晋江丁市场。这边是可以边走边吃，可以买你喜欢的海鲜，什么都可以，就是站着吃、边走边吃都可以。好，等你们自己来逛喽，拜拜。哎呦，我刚刚就是在饭店早餐吃太饱了，所以我什么都不能买，也不能吃。啊，不是，是我什么都不能吃，实在太可惜了。